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重中尊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重中尊。二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90页，第五行看起。礼佛现光第38，这第38品。念老由品题的注解，我们看注解。本品明显两途道士，我们这个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这是两途的道士。慈恩无极，慈悲帮助我们离旧净苦，得旧净乐的大慈大悲啊，无有极限的，加披一切会众。这一切会众包括我们现前的一会，普令亲见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让我们普遍亲见当时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，讲到这个地方，弥勒菩萨家乡书里都说，现土使人羡慕，这个土是极乐世界，让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了，会生羡慕的心啊。上面虽然耳闻，而闻说妙土，未如眼见。故
此下现土，令皆木秀，两目下定决心来修行。啊，希望我们这一生也能往生净土。以及法师说，上来前面广说阿弥陀佛深土因果终结的文，甚至上流虽皆心切，甚至智慧高的人在家出家，上中下三等，上等都能够信解啊，听到了他不怀疑，我相信老同修信心坚定，绝不怀疑啊，能理解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阿弥陀佛，无界修行成就了极乐世界，建立极乐世界。用意在什么地方？用意在戒严众生。啊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，等于说办一所学校。啊，这一所学校，什么样根性人都能够去，都去得了。啊，中上根性的没有问题，下下根的人，第十八愿里头说的，造作无逆是恶，命中必定堕无间地狱，这样的人临命终时一口气没断，听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怀疑，信心具足，愿生极乐。阿弥陀佛都会来接引他。那我们要问，我们今天生在这个世界造了什么业？无量寿经是标准，我们跟佛在经典上所说的无恶、无痛、无烧，一样一样来对号。这一对号啊，畏惧的心就生起来了。依照这个鉴定标准，我们所作所为无痛无烧有份呐、啊！啊，现前所受的天灾人祸，
啊，再加上疾病，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花报，现前受的。死了之后，三途，三途里面是地狱，是无间地狱，那就是少啊。不修佛的人造这个业，学佛人里面大多数也造这个业。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听到了，有没有升起警觉性？想想看了别人，回头想想我们自己，怎么办？佛在经上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透彻，我们感恩，真正的感恩是信愿持名，依教奉献，求生极乐，这是真正感恩啊。我如果还是有怀疑，愿心不足，这个世界放不下，时时刻刻留念，麻烦就大了。这经文底下两句，虽戒信戒，烈灰下辈未能决定呢。我们没有智慧，上中下三等里头，我们属于下等下辈。为什么？没有下决定心求生净土。刚才说过了，对这个世界还留念啊，换一句话是不肯放下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讲看破放下。净宗之外看破不容易，放下更难。啊，依照我们现在学的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以这个做标准，虽然是智慧少，放不下，比较起来，这个法门是最容易的法门。一切诸佛都是易行难行，啊，这一句这个法门真的是易行，易行为什么不能行？不相信，半信半疑，
信心不足，愿心也不足，口里说往生，心里有牵挂，未能决定。念老在底下接着说，有耳闻不如眼见，前面讲的是耳闻，释迦牟尼佛介绍的这一篇经里面的记载是看见的。什么人看见了？当时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上所有的听众大家都看见了，是故这底下加上阿弥陀佛威神之力，令此大众，这个大众包括今天我们这一会，我们这许多人都包括在其中，皆得眼见彼国之事，信上所闻决定不虚。上面佛所说的决定是事实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在这一篇里面所记载的是当时的讲堂的实际状况，又预定见彼国言净土，个个勤修往生之业，弥陀、释迦慈悲到极处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时候，把极乐世界展现给大家看。每个人看到阿弥陀佛，看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劝大家求往生的，往生是真正得度，圆满得度啊！大乘经上也是劝人依教修行，成就无上菩提，永远脱离三界六道，那诸佛都给我们说，那是难行道，难行能行，这令人敬佩。我们的根性跟古人相比差距很大，不能不承认，事实摆在面前。
啊，我们再看念老后面这一行，当时会众亲切，不但见者回，更为后世闻者振兴，世尊当年在世这一回，三千年前，我们今天是三千年后，读到这些记录，这部经典我们要相信，与会大众亲见记录下来给我们做证明，证明极乐世界确实是有，不是假的。从信起源，从愿到行，行就是老实念佛，我们只要具足真心切愿，这一句佛号紧紧地抓住，不要失掉啊！晚上除睡眠之外，一切时一切处佛号不间断，念佛畜生默念功德相同啊！念累了默念，看到口在动听不到声音。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个人，张家大师，他吃粥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你看他口在动听不到声音，功夫日夜不间断的，这叫真功夫。啊，睡眠时候中断，功夫好的睡眠里头都不断。我们没这功夫，睡眠断了，醒过来之后佛号就接上了，这也是净念相继。至心心要啊，至心是用心到极处啊，一分一秒都没有忘记，都没有中断过啊！真心真愿真求往生，在这一生当中就真的究竟圆满。求生极乐，悉皆度脱，方显两途导师本怀。两途，我们这个世界极乐世界，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佛，极乐世界的导师阿弥陀佛，这两个人同心协力，
发愿之大，我们不能不敬仰。要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什么苦难？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无论你在哪一个佛土出生，都有苦难。这除极乐世界之外，没有一处没有苦难，只是苦难有轻重不同之别。这一点不能不知道。再看底下一段经文，佛教理念，佛告阿难：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，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，应其习相，当日末处恭敬顶礼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请看注解：无量清净平等觉，汉译的本子称无量寿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。无量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也就是我们自性本具。啊。这一句话大家一定要记牢。一切众生跟弥陀释迦完全平等，这是真的，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提到的，就怕我们疏忽了，佛那么高，我怎么能成佛？殊不知，佛给我们是平等的。啊，什么叫佛？清净平等觉就是佛。无量的清净，无量的平等，无量的觉。这是自信的本自具足，慧能大师说的。慧能大师开悟了，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？啊，他给我们说，第一句。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清净啊。第二句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。第三句，本自具足。这都是属于平等。啊，第四句，
是自心本定。自心是真心，真心什么样子？如如不动。啊，只要动就有生灭，不动不生不灭。最后一句，能生万法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自性所生，都是属于平等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自性是无量清净平等，平等就觉了，就是觉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叫觉啊。阿弥陀佛有，真的了。释迦牟尼佛有，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，小到蚊虫蚂蚁，更小的到肉眼看不到的细菌，没有一个没有，个个都有。无量清净平等觉，简称真如本性，或者称为自性。我们一般讲真心、妄心，妄心是阿赖耶，真心是平等觉。正因为我们有无量清净平等觉，所以佛才能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没有，佛怎么帮助？有没有人没有的？没有，一切众生统统有。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用哲学的名词来说，本体，它能生能现。虽然生，虽然现，缘不具足，它就消失了。有缘就现，没有缘就不见了。所以它是生灭法。自性的离体，不生不灭，自性的作用有生有灭，那是从体起用，体永远不变的。我们要相信啊，相信说本来是佛，现在求生极乐世界，回归本来是佛。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快速的成就，道理就在此地。西向以彼佛酬愿度生，现在西方。这个西方是娑婆世界的西方，范围很大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娑婆世界西方，
以彼佛酬愿度生，现在西方。这经上说的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净土法门只方立相，令众转移。这为什么佛要这么说？还是释迦佛为我们解释，啊，净土法门不是空宗，它有指定方向，啊，而且指定太阳下山的这个方向，西方。啊，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是圆的，太阳有没有上升，有没有下降？没有，是地球在自转。啊，这些也无关紧要，只要我们听话，不怀疑。啊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？我们就如法炮制，肯定的利益。利益就像经上所说的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家里头有佛堂，供的有佛堂，有佛像，在佛像面前念佛。如果在外面没有佛像，没有佛堂，面对西方，这就是佛陀听话的学生。啊，佛教我们面西，我们就面西。没有意见，没有怀疑，老实听话真干，很容易成就。啊，于见佛者皆应念佛，所见之佛皆当前能念一念心现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这几句话从理义上说，啊，我们想见佛就应当念佛。还有人给我们做榜样，海贤老和尚，这个老和尚20岁出家，在他身上好像看不出什么特殊特别的地方，这个人就是老实，就是听话，就是正干。啊，师父看中他，给他剃头，他出家了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听话了，
真的一直念下去，二六十中就是一句佛号，除这一句佛号什么也没有，一生不认识字，没有听过经，甚至于在寺院大众早晚课念的经咒，他一句也不会。那这个时候他站在门外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念了92年，112岁往生。他说的话不是假话，不会骗人。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了，定中见佛，梦中见佛多了，每一次见佛他都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多住几年，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，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。他真的做榜样。13年1月，今年是2017年，一月，有个同修带了一本书，这本书也许大家都看过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。去看老和尚，老和尚看到人带着一本书，就问他，这是什么书，他就把名字念给他先，若要佛法先，唯有生战生。他真的非常欢喜，回到房间穿袍大衣，拿着这本书照了一张照片，就这张。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那么欢喜，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了，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，佛就来接引他往生。第三天他就往生了，没有生病啊，还不要人助念呢。啊，有很多人跟他讲，老和尚什么时候往生，你告诉我，我们先助念。他说不要，助念不牢靠，我自己念佛往生，不需要人帮助。真走了。啊，这是跟我们同一个时代，就是前几年的事情。5年前，给我们做正传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听到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要不能相信，就没法子了。啊，那你还得要搞六道轮回。啊，
世贤是佛，世贤作佛，两土如来的家毗，故感应道教，当念即见。你只要一念，真的见到了。我们看下面一段，感应感佛应现。经文一共分三段，第一段善根能感，这两个字要记住，善根，什么叫善根？佛法里面通常讲善根，三善根，不贪、不吃、不嗔，贪嗔痴，贪嗔痴真放下了。这叫三善根，你的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三善根翻过来叫三土，恶土。一切恶从这个恶毒里头生出来，贪嗔痴这三毒。今天在此地，这个善根是特别的善根，就是信愿信。我真信，我真愿。愿生极乐世界，我们看这段经文，阿难即从坐起，面悉合掌，顶礼拜言，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供养奉祀众诸善根。佛说这些话，阿难听到了。听到怎么样？面悉合掌，顶礼拜言。这个白眼是对释迦牟尼佛，跟佛说，我现在愿意见到极乐世界，我现在愿意见到阿弥陀佛。见佛为什么？我们想供养奉祀，听佛教诲，众诸善根就是听佛教诲。阿难，三业清净，顶礼发愿。称佛名号就念阿弥陀佛，顶礼发愿，诚则灵，真诚到极处，感应就现前。下面经文，弥陀应现，
真的阿弥陀佛现身，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，色相端严如黄金山，高处一切诸世界上，忽见豁然见到，感应太快呀、啊！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忽见表感应神速，顶礼未毕，顶礼还没有完，就见到极乐教主。啊，并且耳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，证明佛给我们讲的无量寿经，佛给我们讲的阿弥陀经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真信真愿，怎么个修行？佛还说了一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这里面讲十六种方法，叫十六观，持名念佛。我们今天用的十六观里头最后一个第十六观。啊，越是最后越重要，真正好东西摆在最后。这个法门一门就是一切法门，不但是释迦佛的一切法门，也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共同的一个法门，十方世界法门殊胜的，度化众生无法计算，无量无边的。啊，这些众生通通都是修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忽见表感应神速，太快了啊！顶礼未毕，即言见极乐教主，并且甚闻十方如来赞叹弥陀。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慧疏云：盖夫徒无定向，净慧因心，譬如诸天共宝器师，随其福德，凡事有益。
举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事实真相。啊，会所里的说，土是什么？我们一直的环境，我们今天有个身体，这个身体要活动，要有活动的场所，这个场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地球。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到地球世界之外其他星球上活动啊，也许再过若干年，或许不断向上提升，我们可以有好的交通工具跟其他星球往返，像现在飞机一样啊，安全可靠啊。但是真的一直的星球物质环境没有定向，净慧因心这八个字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告诉我量子力学家告诉我这个宇宙之前没有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它是生灭法，生灭的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没觉察到，把它当真了，其实它不存在，真的不是假的啊。我们用量子力学家的话大家好懂，有科学证明，它生灭的速度多快。佛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一弹指，一弹指要多长的时间，不到一秒啊，一秒可以弹好几次啊。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就是念头啊，起心动念的。这一弹指起心动念多少次了？32亿8000，还乘8000，8000是10万。32亿乘10万，320兆。一弹指他已经生灭320兆次，我们现在大家在电视机面前，电视机的画面一秒钟多少次？100次，好像是真的啊。我们现实的环境，科学家告诉我，科学家没说出数字出来，佛说出来了，320兆一弹指。如果弹指弹得快的，一秒钟可以弹7次的。320乘7，2240兆一秒钟。一秒钟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。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你要真的找到真相就是假的。科学家找到了，不容易啊。
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再往上提升，二三十年之后，量子力学家肯定大乘经典是高等科学，方先生学哲学介绍给我是佛经是高等哲学，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佛经是高等科学，无量寿经就是啊。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真理。这部经多重要，这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的代表。这一行经文意思很深，我们也详细来讨论，很有趣味啊！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